好，接下来咱们就照这个顺序，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解啊。首先咱们看什么是 Web Service。前面跟大家说过了是吧，这个 Web Service 是一种什么技术？远程调用技术是吧。远程也给大家简单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系统 A 里边有一些数据，然后系统 B 想用这些数据就可以用咱们这个远程调用技术去实现啊。但是这个例子比较抽象是吧，太简单了是吧。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通过这个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什么呀，什么是远程调用技术。咱们先搞明白什么是远程调用技术，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通过这个一个具体的例子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例子呢？这个支付宝大家都用过吧，支付宝用过吧。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剁手党的神器是吧。这个东西大家想一想，它里边有一个常用的功能是什么呀，是不是有一个提现或者是转账。你可以转到别人的银行卡里边，或者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里边是吧。那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银行卡的这个信息这个支付宝里边有吗？没有吧。这是谁管理的银行卡？银行管理的是吧。那这时候你这个支付宝要给这个银行卡里边转账或者是提现，那你现在是不是要访问这个银行的系统啊？要。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咱们这个远程调用系统，远程调用技术是吧。那它怎么使用呢？在这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怎么分析呢？咱们画个图。其实就是把那两个系统给大家具体的解释一下啊。首先咱们画一个什么系统啊，就是这个支付宝系统啊。这代表咱们开发的啊，你们可以想象成是你开发的。然后让你去开发这么一个支付宝系统，那大家想一想你怎么开发呀。首先有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界面啊？是不是？你就以正常的程序员的思维去考虑它啊。首先你要开发它，你是不是有一个界面？界面属于咱们的什么层？对，就是表现层吧。外部层也是是吧，表现层，也就是外部层。然后这个表现层要调什么层？service 层，也就是咱们的业务层是吧，实现业务逻辑的业务层，也就是咱们的 service 层。然后呢 service 层调什么层？持久层，也就是数据层是吧。都一样的啊， DAO 也叫 DAO 吧。然后这个数据层是访问哪儿？是不是访问咱们的数据库？数据库。然后数据库里有咱们的什么呀？咱们的数据是吧，比如说钱是吧，支付宝里是不是有钱？有同学说没有啊，那你太穷了啊。这就是咱们的业务数据啊。业务数据。然后它调用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啊，比较简单。这个表现层调这个业务层，然后呢业务层调这个数据层，数据层调数据库，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是吧。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图啊，仔细观察一下，你看这个图它调来调去是不是只在这个支付宝系统内部转悠啊？它从没有脱离这个系统是吧。那这种这个开发方式或者这种调用技术就是咱们之前接触的什么呀，开发方式吧，或者调用技术。那这种技术有一个学名，叫什么呀，本地调用。一直都在本地转悠，这叫什么呀，叫本地调用。那什么叫本地调用啊，现在知道了吧。就是在系统内部的调用，这就叫本地调用。然后呢它作用是什么呀，作用就是在什么呀，在咱们这个本地数据库什么呀，数据库获取业务数据，获取业务数据，这就是咱们之前学的那种调用技术它的作用。然后这时候大家想一想啊，咱们要把这个钱转到什么里边，转到银行卡里边了啊，你要给别人转现了，比如说你老婆或者是女朋友的买东西了是吧，你是不是要付账？你给人家卡里边转钱了是吧。这时候你就要用到什么系统？这儿有一个银行系统吧。比如说这个银行系统也是咱们这个同学开发的啊，叫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有兴趣吗？有兴趣开发它吗？没有，挣钱多呀这玩意儿是吧。然后你开发一个银行系统它是怎么个逻辑，是不是也是那几层？首先有个界面吧，让你去查询看你花了多少钱是吧，表现层。然后还有它是不是也有业务层，是不是也有业务层？
这没音了。第五层你就掉数据层是吧？你就跟着说你就不困了啊，说这早上大家都容易犯困啊。然后数据层掉什么呀？数据库吧，哎，然后数据库里面有啥呀？哎，有钱是吧？也就是业务数据啊，业务数据。然后这就是银行卡信息，哎，银行卡信息。哎，然后呢，大家想一想啊，现在你这个支付宝要调这个银行系统了，那它怎么调啊？你直接去访问它这个数据库可以吗？哎，怎么直接过来？哎，为什么不可以啊？啊，比如说双十一了，你就觉得你说钱不够花是吧？还没工作呢吧？哎，你能访问这个银行的数据库，把给他转个十来亿是吧？你老婆高兴了是吧？但是银行高兴吗？不高兴是吧？哎，所以说就是鉴于这种安全上的考虑啊，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司的这个数据库是不对外开放的啊，只是对内使用的。然后如果外部想使用我这个数据库，或者是使用我数据库中的业务数据，那怎么办呢？哎，他就可以什么呀，在业务层给他提供一个接口吧。哎，通过这个接口把数据库进行封装，哎，这时候你是不是就接触不到我这数据库了？我这个接口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是不是就只能调什么样的服务？哎，然后我这个接口里边还能对你这个业务进行一个什么呀验证？比如说你给我转十亿，那我肯定看你这个有没有那个钱是吧？有没有那么多呀是吧？我得验证一下。哎，这时候呢，就可以在业务层这个接口里边实现。然后这个支付宝系统哎想调用它这个接口怎么办呢？哎，就可以用咱们这个远程调用技术去实现，哎，就是业务层调业务层，哎，然后咱们画一下，哎，这就是要用的一个技术了，远程，哎，调用技术，哎，它是什么样的技术呢？就是系统和系统之间的哎这种调用，哎，然后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呀？从远程系统当中获取什么呀？是不是会业务数据？哎，业务数据，哎，之前你学过的，你说只能是从本地去获取是吧？现在你可以学会这种从远程系统里边获取数据了。而且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网络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发达？哎，所有的各行各业都在把自己往网络这方面靠是吧？而且这个系统，这个公司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网络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是吧？什么大数据、云计算是吧？哎，它里边其实也涉及到很多种哎这种系统，哎，这系统之间它是不是要通信啊？哎，然后通信它就会用到咱们这个远程调用技术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远程调用技术还是一个很常用的这么一种技术，哎，也是大家以后到企业当中会经常用到的这么一种技术，哎，所以说大家是不是要好好学呀？哎，要好好学啊！好，这就是远程调用技术啊，只是它的一个作用，然后后边咱们讲。这个 Web Service 会讲它的实现啊，因为它有多种不同的实现，哎， Web Service 呢只是其中的一种啊，哎，然后这儿我给大家写一下，哎，主要这儿，哎，好，哎，这个大家主要知道就是什么呀，远程调用技术的定义，哎，定义什么呀？远程调用技术是什么呀？是系统啊，这个很简单啊，系统和系统之间的哎调用，哎，知道这个就行了。这是远程调用技术。那这个远程调用技术啊，除了在这个银行里边用到，那咱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案例呢？大家有能不能自己想到几个？你需要去用这个远程调用技术的 ？QQ 是吗？对，那是一种啊。就 QQ 不过不是用的 Web Service， 它用的是 Socket 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大家看一看啊，这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们前段时间它是不是下雪了？哎，下得很大，然后你就去查这个天气吧。哎，这个天气大家想一想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天气，哎，百度，咱们看这个天气查询的网站啊。哎，然后咱们看一下天气，天气。好，你看一下啊，大家注意看这个屏幕。你看这个天气查询网站，它是不是有很多个呀？哎，它这个比较少啊，之前查的都是多的啊，现在多了是吧？哎，这个天气查询网站是不是有很多？哎，那你咱们随便点一个进去啊。你看这个天气查询网站里边，啊，啊，这是一上网就卡是吧？不是，
哎，已经卡了。哎，不是，我得记下来，它什么时候卡的？不是，卡成这样了。我去。啊，进网页的时候就卡了啊。那 OK， 那我也得记下来。不是，现在是卡的太严重了，是吗？啊。这个卡严重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我打开这个网页啊。啊，行 ，OK， 我记一下，然后咱们换一下通知书啊，别影响咱们上课。啊，这也是我这个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啊，谢谢大家帮我啊配合我完成。哎，然后我保存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新技术出来嘛，是不是都有一个测试阶段是吧？啊，那就测试了啊，开桌，然后测试，然后我得记一下啊，就是打开网络是吧？打开网络，然后或者是切换，速度快了是吧？速度快，然后会卡。切换屏幕是吧？哎，屏幕速度快就会卡啊。好，那咱们就换一下吧，我把它关掉啊。然后那个红蜘蛛大家还有吗？哎，那打开吧，不要客气啊，我把它关了啊。OK。好了，现在大家红蜘蛛上来，我就切屏了啊，我换了，那演示，哎，都有了吧？再切一次，哎呀，这比较影响上课啊，没事啊，咱们连贯一下，一会儿咱们讲的连贯一下就好了啊。好，我再切一遍啊，我看又是新上来俩啊，行吧，都有了吧？哎，好，都有了是吧？哎，咱们接着讲啊。哎，这个天气查询网站，咱们打开一个看一看啊。哎，这网速不咋地啊。这为以后咱们讲下边的课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啊。因为咱们要用网下边啊。哎呀，之前我来没这么差呀。没上网，刚登的，完了再重来。哎，好了，还是白的是吧？哎，大家靠脑子想象一下吧，是吧？哎，这个天气查询网站大家应该知道是吧？这可以查很多天气吧？我可以查很多城市的，然后每一个城市呢，我有查可以查很多天的吧？哎，今天的、后天的，说是七天之内的、15天之内的是吧？那这么多天气数据，那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自己监控下来，然后放到自己的本地库供大家查询啊，他有这个能力吗？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哎，谁有这个能力啊？对，只有中国气象局才有这个能力是吧？那这时候这个天气查询网站想用这个中国气象局的这个天气数据，他怎么办？给钱，就给这个，咱们不考虑这个层钱这个层面啊，咱们考虑这个技术层面啊，你是不是你要去调用人家的数据啊？哎，这时候人家有自己的系统吧，哎，他就可以通过在他这个系统里边，哎，发布这么一个，通过什么发布啊？通过咱们这个 Web Service 发布这么一个服务端，哎，大家注意啊，咱们这儿就涉及到这个 Web Service 了啊，就是一种实现技术了。然后他可以通过 Web Service 发布一个这个服务端，哎，就是这个气象局发布的服务端。然后这个查询网站呢，他想用这个服务端怎么办呢？他就可以用这个 Web Service 的客户端。哎，然后远程调用这个服务呢，把这个天气数据拿过来放到自己的界面上去显示。然后还有很多这种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手机是吧，手机归属地，哎，这个大家经常收到这种骚扰短信或者是骚扰电话吧，哎，现在比较泛滥是吧，不知道你们查没查过啊，我是查过。然后你看这个网上有很多这种网站也是能提供这种手机号归属地查询功能是吧？那大家想想，这个手机号归属地的信息，是这些网站自己搜集的吗？放到本地库让大家查，是不是也不是？哎，他也没有能力是吧？那谁有这个能力？哎，移动运营商他才有这个能力是吧？
他们也可以用这个 Web Service 把这个信息发布成一个服务端，就是 Web Service 的服务端，然后呢用这个查询网站，用这个 Web Service 的客户端，然后远程调用这个服务端去把这个数据拿过来放到自己的网站供大家去查询。这就是这个咱们这个 Web Service 实现的远程调用技术在咱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用处啊。然后具体怎么实现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分析啊。这个例子咱们就先举到这儿啊，其实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呀，比如说那个这个车辆违章，大家有开车的吗？违章信息是不是只有那个公安局有啊？但是违章的查询网站是不是也有很多啊？他们怎么办呢，也是通过这种远程调用技术去查询的啊。然后呢咱们就分析一下这个 Web Service 是怎么实现这个远程调用技术的啊。然后咱通过这前面几个例子咱们分析一下。首先咱们前面说过了，像这个我要去调用这个，比如说我要查天气，那这个是不是要调这个气象局的服务端呀？咱们画一个框啊，这就代表气象局。好，这就是气象局。气象局，那气象局相当于一个什么端，是不是服务端？服务端。然后这个服务端的作用是啥呀？提供数据。刚才说了它是发布什么呀？发布 Web Service 服务吧。发布这么一个服务啊。然后呢这个各大查询网站，比如说这个天气查询的，咱们就再画一个天气查询，很多是吧，咱们先画一个啊。然后这就是代表咱们这个查询网站，天气查询网站，这个就是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客户端啊？这就是客户端啊，客户端。然后这个客户端通过什么去调用这个服务端？是通过 Web Service 客户端啊？这个大家一定跟着想啊，通过这个客户端去远程调用这个服务端啊，咱先把这个场景给画出来啊，然后我再画一下，就是这个客户端是不是有多个？我就多画几个啊，一个、两个，就是三个，咱们就代表它有多个了啊，然后意思意思，然后这个每一个端是不是都要发送请求给这个服务端？你要去调用它嘛，得发请求是吧？然后呢，每一个都发，每一个都画上。这就代表所有的啊都画上了。然后呢这个服务端是不是要给他响应？我把天气信息得响应给这个客户端是吧？中间就有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请求，一个什么呀，响应是吧？然后有请求有响应啊，这就是它一个完整的远程调用。接下来咱们就分析一下这个远程调用它是怎么实现的，然后咱们这个 Web Service 里边那三要素在咱们这个实现里面起到了什么的作用，咱们就在这儿分析一下啊。这个就是代表远程调用。首先咱们根据这个图可以看出来，这个远程调用是不是有两个两步啊，一个是请求是吧，第一个是客户端发送请求，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呀，服务端该干啥了，是有一个响应吧，有一个响应是吧，这就是远程调用技术你最基本的两个操作，一个是请求，一个是响应。然后大家咱们先分析这个请求啊，先不管这个响应，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让你去发送这个请求，你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是不是要首先你要把这个服务端和客户端之间建立这么一个通路啊，让他们之间可以交互是吧，就像咱们去那个村里边现在那要想富先修路是吧，你先得给外部界有一个通路之后，你是不是才能把你的产品运到外边去，对是吧，所以说你想让那个服务端知道你要查询他这个东西，你先让他们两个能够通信是吧，所以说首先你要解决一个什么呀，他们之间的一个传输的方式或者是通讯方式是吧，或者是通讯方式，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你是不是要把你这个数据发给这个服务端，也是运送你这个货物了是吧，就是你的数据。接下来你这个数据你光发给他不行，你是不是得让他能理解呀，是不是，这个理解是相当于什么呀，是不是相当于数据解析啊，老师呢，你得让这个服务端能正确解析你这个什么呀数据，是不是，这样说大家能明白吗，这两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解决的。那这个通讯咱们先看第一个通讯方式，那这个
什么里边它能解决这种远程调用技术的这个通讯呢？哎，比如说咱们上网，你上网去查这个天气，那你把网断了它行吗？是不是把网断了它就不能去查询了？那说明什么呀？这个网络里边可以实现这种远程的什么呀通讯是吧？哎，那咱们在网络里边咱们用什么东西去实现呢？比如说你在浏览器里输入什么东西 ？HTTP 什么什么是吧？它用的 HTTP 协议，哎，发送什么呀 ？HTTP 的请求吧，哎，所以说这儿，哎，咱们也是用的 HTTP 的请求去实现的。它是什么请求啊 ？POST 请求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用 POST 请求去实现这种哎远程的通讯方式。然后哎，这个通讯方式你解决了，下面你就该解决这个数据解析了。哎，这个数据就像咱们，你进城一样，不能说方言，要说普通话一样，让大家都能理解，是吧？那这个数据解析也一样，就是客户端、服务端都得能理解。那这时候是不是你就可以用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格式啊？哎，就是跨平台的，咱们叫是吧？那跨平台的格式是什么格式？哎，比较常用的，之前学过的，是不是插板？哎，插板就是跨平台是吧？所有的语言都能使用这种。或者是解析这种插模格式的数据吧，哎，咱们这个 Web Service 就用的插模这种格式的数据去干嘛呀？去封装的这个数据，然后让服务端和客户端都能解析，哎，就是用插模去封装数据。好，咱们接着往下想啊，大家想想这个插模你都用过了，里边是不是要定义一些什么呀标签？哎，这个标签那大家想想，它能随便定义吗？哎，不能随便定义。你比如说，你定一个 A 标签，那服务端知道你这 A 标签啥意思吗？不知道是吧？那你这个标签的格式是不是也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哎，这时候它遵循什么原则呀？哎，就遵循咱们这个 SOAP 协议的，哎，就插模格式的数据。这个 SOAP 是不是咱们三要素之一？哎，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去规范咱们这个插模的这个标签，啊，我规定你这个发送这个数据的时候就使用这些标签，然后每一个标签里边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啊，都给你规定好了，然后到时候你这个服务端、客户端是把拿到协议之后就可以解析数据了，啊，这就是SOAP 在咱们这个远程调用里边啊起到的一个作用，啊，至于它如何去规定这个插模标签啊，咱们讲这个 SOAP 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啊，就是。然后接下来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数据就远程调用这儿咱们讲完了，还有一个这儿啊，稍等，我把这个画一下啊，在下边这儿，哎，这个请求咱们讲完了，那是下边是不是还有个响应？哎，这个响应大家想一想，你请求用的 HTTP， 然后数据解析你用的这个 SOAP 协议，那响应呢？哎，是不是也一样啊？哎，你建了一个通路了，那就不要再费劲了，是吧？所以说这儿也是一样的，就是通讯方式，啊，也是用的这个 HTTP 的，HTTP 吧，不是请求了，这儿就是 HTTP 的什么呀，响应了，是吧？然后呢，还有数据解析，哎，这个解析呢，它也是要遵循 SOAP 协议的插模这种，哎，封装好的数据。这时候你这个远程调用的请求和响应都能解决了，是吧？你就能通讯了啊。然后这个通讯咱们解决完了，接下来这个客户端要调这个服务端了啊。它调服务端，大家想一想，它具体是调服务端的啥呀？你们去调它，是不是调它的服务端的这个接口啊？或者比如说它这个类，是吧？然后这类里边有方法，你要调它这个方法，然后给它传参，是吧？传完参之后，从这个方法里边接收它这个返回值，是不是这个流程？哎，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服务端有哪些这个类、哪些接口啊？或者说这个接口有哪些参数？哎，你怎么去知道啊？你是不是不知道啊？刚开始，哎，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手机，那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哎，你要看什么呀？看手机的使用说明书是吧？哎，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要使用这个服务端？那这个服务端是咱们是不是也要看它的使用说明书啊？哎，所以说它这儿。哎，这个服务端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使用说明书，叫什么呀 ？WSDR。哎，这就是什么呀？第二个要素了。啊，它是什么呀？它就是这个 Web Service 服务端的 Service
哎，服务端的一个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好，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使用说明书它描述啥东西啊？哎，你调用啥东西，是不是它就描述什么东西啊？你调用啥呀？哎，接口吧，是吧？然后你接口是不是要调用它的方法？接口里边的方法，哎，描述接口，然后方法，还有什么呀？哎，方法是不是要传它？你得告诉它我要干啥，是吧？把参数传过去，然后呢，你是不是要接受它的返回值？所以说这儿还要描述它的和返回值。哎，这就是这个 WSBR 的作用。哎，使用说明书，然后这使用说明书干什么呢？就描述接口、方法、参数，还有返回值，哎，这些信息。哎，这个至于它是如何去描述的啊，咱们下边讲那个 WSBR 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啊。哎，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要素是吧？就是这个 UDDI 吧。哎，这个 UDDI 前面咱们说过了，它是一个目录服务是吧？那为什么要用到这个目录服务呢？哎，咱们就得干什么呀？多画几个服务端了。前面咱们举例的时候举了几个例子，这个支付宝那个有两个吧，哎，一个是曲线，一个是转账，是吧？哎，这都两个服务了。然后呢，还有咱们这个天气查询，还有手机号归属地查询，这不是很多这种服务啊？哎，所以说咱们就画出来啊，服务端。然后呢，每一个服务端都有一个 WSDR， 咱们的使用说明书。好，那大家想一想啊，在你现实生活中，如果你有一两个东西，你随便放可以好好找，可能能方便的找到，是吧？但如果你这屋里边有成千上万件，啊，你不给它分类，随便往屋里边一堆，你找的时候好找吗？是不是就不好找了？哎，咱们这个服务端也一样啊。如果你有这么一两个服务，你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但是如果大家想一想，你现在有多少个行业？哎，要成千上万个行，这应该是不过分吧？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这种服务。哎，那这时候你想用一个服务，你要去找的话，是不是很费劲？哎，所以说，哎，就有人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服务，哎，就这个 UDDI， 哎，我再画一下，它把所有的服务端都包起来了啊，哎，这啥意思呢？哎，啥意思？这儿给大家写一下，哎，就是这个 UDDI， 哎，它是什么呢？就是提供这个 Web Service 这个服务端的什么呀？注册和搜索功能，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有的服务，你要想就是让别人搜索到，那你就上我这儿注册一下，然后呢，我给你分类管理起来，别人使用的时候，哎，就根据这个行业啊，或者一些类别啊，去我这儿搜索，啊，就很方便了吧？啊，就像咱们放东西一样，是吧？你分类的放好了，到时候直接去那儿找就可以了，是吧？哎，然后呢？前面也说过了，这个 UDDI 说是没什么用，是吧？为什么没用呢？因为咱们开发当中，是吧？哎，已经一般情况下你就知道这个服务端了，你不需要去搜索了。哎，这是咱们开发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啊。哎，所以说它这个就没用了啊，因为你知道了，你刚开始就知道它在哪儿，你说直接去找就可以了，那你还用这个去搜索吗？哎，多费这一步是吧？好，这个就是这个 Web Service 的一个原理图啊，咱们先把它拷过来。哎，这原理图，我把它拷到咱们这个文档里。然后这就是 Web Service 的一个原理，原理图。啊，你屏幕没了是吧？啊，稍等啊。哎，现在有了吗？哎，然后呢，这个图比较复杂啊，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这图里边需要注意的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哎，咱们看这个图给大家总结啊，你看这个请求端和响应端是不是都用的这个 HTTP 啊？哎，然后它发送这个数据是不是都是 SOAP 协议的？哎，所以说这个 Web Service 啊，咱们用一句话就可以给它描述了啊，就是 Web Service 哎是什么呀？是使用这个 HTTP， 哎发送啊 HTTP 协议。HTTP， 然后发送什么呀 ？SOAP 协议的数据，哎的这么一种远程调用技术，哎，这样明白吧？哎，就是通过 HTTP 发这种SOAP 协议的这种插盘格式的数据啊，这个 SOAP 其实就是插盘格式的数据，
啊，这是 Web Service 的定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如果开发一个 Web Service 的应用，那你看这个图，你需要开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首先有一个什么端？哎，服务端吧。哎，然后你去第二个服务端，这儿是不是还要开发一个客户端啊？啊，说赶紧说呀啊！首先就是 Web Service 什么呀？要开发什么呀？开发服务端是吧？然后 Web Service 还需要开发什么呀？哎，客户端是吧？哎，这两个端咱们需要开发，一会儿咱们开发的时候再注意啊。然后呢，这个客户端要调用这个服务端，它需要干嘛？哎，是不是要阅读它这个使用说明书啊？我要告诉他，我要调什么接口？哎，你的方法、发数、参数、返回值，我都要知道。你怎么知道呢？都通过阅读这个使用说明书是吧？所以说这儿啊，大家注意 ，Web Service 的客户端啊、开发需要什么呀？阅读什么呀？哎，服务端的使用说明书，啊，也就是咱们这个 WSDL。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什么是 Web Service 啊？里边需要大家注意的，然后你重点就掌握这几个点就可以了，啊，掌握这几个点啊。